那么我们在研究埃及古文明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埃及人的生死观。那么埃及的这个古文明，他们通过这些传承下来的这些宝贝，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路程跟死的路程。啊，叫生死路程，这是你愿意走或者不愿意走都要走的一条路，不是死什么都没有了，死是一个新生的开始，新生的开始。那么这个埃及的生死观，就是通过这些现在还在屹立在世界，成为这个让世人瞩目的这些文物，在向我们诉说着。这个生死的历程，所以是首先呢，他比较重视的呢，就是他的亡灵之书或者叫死者之书，也就是他在这个，当然这个死者之书呢，如果用直接的直译翻译，也可以翻译成来日之书，就是不是死，是重生，是一个来日，来日就是明天就是来日嘛。那么还有就是通往光明之书，大家知道有一本西藏生死书，这是埃及生死书，那有一本西藏生死书，那么他们从欧洲开始传，传以后这个中英解脱法，后来这个我们藏地的大师们再到欧洲去把这个法再请回来，现在才把它在大圆满传承中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就包括整个人死49天之内。怎么去引导这个灵？那么在特别是前面的头7天，或者头21天，如果能够正向性的引导，那么就可以在净光中他们得解脱，真正的这个成就，或者是直接去这个长寂光土，因为人死的时候，你的化身光明会透露出来，人活着的时候是被自己的主观意志控制住了，就是你的食神。锁闭了你的灵性，当你死的时候，食神完全不能再作用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那个恒定的、不生不灭的、永恒存在的法界光中的法界身的光明会引导你，引导你的灵魂，那么所以是如果懂得那个光就是你的法界身的法界光中的法界光的话，你进去，直接再不动。就成功了，就成功了，直接就金胎合曼，就成功了，那这是一种殊胜的中阴解脱法。然后这就是给大家揭秘了一下，那么如何与神明沟通？那么这就是赫鲁斯之眼，赫鲁斯就是太阳神，就是那个大日如来，他大日如来的眼，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实际无处不是，但是它有一个安置地，也就有一个休息的地方。那个地方像水晶宫一样的明且亮，就是你们的松果体，就是你们的松果线，所以说它的安置的地方就是那个叫天眼所在地，这个天眼不是天上之眼，是佛眼，是大日如来之眼。那这个眼将来要用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关照所有的地方，所以是你将来的心意到哪里，哪里就有一只眼睛在关照，在照见，使它阴转阳，那么这个就是赫鲁斯之眼，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什么神的眼，它就是你的大日如来之眼，